升级累了，我怕他升级了，不好杀。我玩的不是白银，我玩的是王者顶尖局。 你小子给我等着！你妈的，喜欢这样恶心人是吧？我一会就搞他！被割开的喉咙早就无可再通。哎呦，差一点就能 Q 出去了，操！好烦。 你能不能别这么贱呢？老子欠你的是吧？啊，一分钟来一次，你当个人吧！你他妈别逼我进野区找你！干他！对，就是他！妈的，还跑！ 大哥，飞！哎呦，好恶心，好恶心，好恶心！他是菜刀队呀，不过这个打野能搞一点魔法伤害，还好吧？再加我的大招小黄毛，魔法伤害应该是够的。我筒子减速对他都没效果的，这个筒子减速只有 42%， 我很不满意。 一次转身，得到的是一把匕首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对面永远人多呀，这好痛苦呀，啥都做不了。 跳，反正我能补刀。我日你妈！玩不了。刀砍的他们何不？更多火药，憎恨，小孩子的用词。 暂时远离杀戮了，玩不了了，太恶心了。
今天玩的这个号走上路是最痛苦的，哪怕喊整赛来都得挨两巴掌，不骗你们。有狗啊，兄弟们！把他们吊在杀手马身上！你们都吃了，那我吃什么？言语毫无意义。我好想挂机啊！真的，你妈的太不是人了，人头还给谁有抢的？你妈反手就回来把我兵线全清了，一次都不搬。你妈奶皮，做人能做成这个样子的吗？仇恨沾满心上。没想到吧，也又到十三级了。人牌。抓老鼠宝宝在追我了，刚说完，又给我兄弟们，烧吧！我很想击又一个。妈的，没 A 出来。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。傻逼。专注烧吧，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
彪呢？彪吗？就你们有标啊！就你们有标。我好了，兄弟们，你们呢？